哈哈，你个小妮子，捡了个东床去呀！啊，不是，你跟小子说，这钱就免了。不过日后你请吃喜酒的时候可别忘了，给我檀木匠准备一大缸子蛤蟆酿。你又来了，老是把我滑毛啊狗搓一顿。怎么，还没搞定呢？老子给你支一招。 只要睡我一张床，这仇家也变成自个儿家人了。说了不是了吗？又困了，困了。谁是阿猫阿狗？今晚这顿酒肉，感谢大家。 精品位置，归元举方。精品位置，归元举方。来来来，大家围个圈，你们也来。来来来来来，把手拉起来。来，今天晚上呢，教给大家一支锅庄舞。在我们那儿跳锅庄舞的时候，就是要这样手牵手，然后十指相扣。来，站起来。 挺有意思，这样就可以正大光明的摸小手了。哦，站起来！龙堡主，怎么了？不过，咱们直接上去摸的话，比在这儿要看得清楚。在我们那儿跳锅庄舞呢，如果我是个男子，我有心仪的女子的话，我就会这样抠抠她的手心；但如果她同意我呢，她也会抠抠手心回应我；但如果拒绝我呢？ 那也不尴尬，因为他不知道。哎，胖妞，胖妞，赶紧吃呀！这还挺有意思。这抠手心，主子，你下回有什么时候来开玩笑？他们的手，看好了。站起来，都没问题。 一二三，不对，少了一颗。哎，冬子啊！啊，他说他晚点过来，晚上闹肚子，赶着去茅厕呢。哦，继续，继续。哦，陈思倩，来来来，不在。闹肚子果然是托词。